大家好，又回到了我的频道。上次我们介绍了 T16S 后面的这个 ELRS， 那接下来我们有了遥控去遥控我的 KT20， 那眼镜要怎么办呢？因为 KT20 它本身它这个图传350瓦，它是模拟的讯号，那之前介绍的这个大疆它是数位的讯号，大疆它没办法接收模拟的讯号怎么办呢？那我接下来就为各位隆重介绍大疆的数位转模拟图传，就是旁边这个东东啦。这些呢都是从淘宝买来的，它其实分可以说是有三个东西啦，一个是这里面有一块转接晶片，那再来是这个是肥沙的 HD 模拟接收模组，那再来就是天线，这个是右旋的天线，大家看到这上面有右旋的图案。那为什么是右旋呢？是因为这个KT20 身上的图传它也是右旋的天线，所以说我们右旋的 KT20 要配右旋的模拟图传接收。好，接着我们来电脑这边来看看哪一些东西要怎么买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东西是这个 DJI FPV 大疆眼镜外挂 5.8G 接收机，模块通用肥沙系列接收机，哦，很长。那这个我当时买应该也差不多这个价格，有点忘记了。那它内容物其实就是这个，首先左边这个应该是算是塑料的一个跟大疆眼镜的连接座，然后还有一块晶片，那这些排线就可以接肥沙的 HD 模组，这条线是接大疆的 AV 端子，那再来就是电源，那这是主体。那他有说嘛，就是电源要接大疆的眼镜，然后 DVR 也就是 AV 端子也接大疆眼镜，那另外一边就是接大疆的电池，那接下来可能会这样。那不过大家记住，上面这个有萤幕的模块是要额外买的哦。那下面有特别的吗？其实都跟上面的图片一样嘛。那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88元。那第二个大家要买什么？我们要买天线。那我买的是中间这个有弯头的，然后是右旋的天线，那这个是多少钱啊？忘了，哦，58块，它是内增型的哦，大家注意，58块。那基本上它的电波传递有点像是沿着这个圆的边边射出来的。好，这是第二个。再来我又买了一个，哎呀，跳走了，这种小颗的，中间这一颗红色的，那原因是因为装在眼镜上面啊，不是，讲错了，原因是因为装在肥沙的 HD 模组上面，这样就可以涵盖两种方向 的发射，那它叫 Mini Four， 我是买红色的，这是短短的蛮可爱的。好，那这个的价格26.99，还有哦，这个就比较贵了。买 HD 的肥沙模组，这个399元，就这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萤幕，那天线就接在这两口上面，然后白色这个就是旋钮，有点像是旋钮啦，那下面有一颗按钮，上面有一颗按钮，不太明显，那这边萤幕啊就可以用这三个组件来去选择说你要用哪一个频道，或者是要锁定萤幕，或者是解开
解开萤幕。那集满这几个东西，基本上就可以让你的 BJI 可以接 AV 端子，然后来看到眼镜上的画面。那最后我又多买了这个 BJI 的金属模块，那到时候装起来就会变成这样。那金属的看起来是比较坚固啦，不过最近用起来觉得好像也没差，反正就是把它锁上去，或者是把它用排线接上去就好了，没差，是这一点点东西。不过下雨的时候可能比较有感觉吧，因为我已经买了，所以就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嘛，哈哈。那这里面哦，我买的，因为里面这一块晶片啊，我是另外买的，所以我没有这个数字显示的部分，那只有下面这些开关，下面左边这个开关。然后再来，这些买完之后啊，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把它组起来跟连到眼镜里面去。好 ,Let's go! 好，回到工作桌这边来教大家怎么把这堆买回来的东西组起来。大家看到这边天线两种模式，然后还有刚才的一堆连接线啊，然后那块晶片。买这一块算是 IC 版吧的时候，它下面还有附一张有点像是绝缘的纸啊，有点像纸又不太像纸，有点像纸牌才对。然后还有我刚才讲的金属座，然后还有很贵的肥沙 HD 模组，大家看后面有一些针脚，不是吃的那个针脚。那我们等一下要把它接进我的眼镜里。在接之前呢，跟大家建议可以去电子材料行应该有卖这种有相当多的形式的一些算是器子。大家看十字，从 PH000 到 PH2， 然后这个是一字，然后心形，然后六角，然后这是什么三角形的，各种啊，这很便宜，一两百块都找得到。像这个，它还可以一分为二，有时候你在对锁的时候就很方便。对，好，先不讨论这个，这个、不是重点，这个随便都买得到。好，这堆东西要怎么组起来呢？首先我们这个嘛，先把晶片锁进去。这块纸大家看放进去，这块纸刚好合。然后这个开关啊，这有个开关，它要朝这个位置就放进来。大家看到下面洞都对得好好的，然后稍微对一下旁边这些位置，这孔洞尽量保持在正中间，不然等一下会非常难锁。大概是这样吧。好，先放着。那这一块呢，就是等一下锁在眼镜上的。这两个螺丝啊，就是眼镜旁边的两个螺丝。就是这两个螺丝。好，我们先把金属块锁上去吧。旁边的螺丝是十字的，那基本上都没有锁很紧啊，我用手就转得开了。大家看，转开了。好，眼镜带的部分先拆下来。那接着我们就把滑块锁上去。
那锁的方向基本上，我们接个口在这嘛，所以我们滑块的这个开口啊，开口朝上，到时候我们这样锁上去，锁上去之后，我们整个模组可以从上面拿起来。那这条背带要在滑块的下方哦，大家注意。诶，我现在才发现这螺丝一高一低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用起来不会有问题啊，真奇怪。诶，我之前锁过一次也完全没发现。然后大疆眼镜这边搞定了，接下来换这里，这两颗小螺丝我们要把它解下来。他买来的时候应该是分开的啦，应该是我上次拆掉，为了怕弄不见，我先锁在这个滑块上。那这一块的部分呢，跟大家讲一下，我这边先把我的天线松下来，我感觉一直撞来撞去，好危险啊。这一块啊，到时候要这样子从上面往下滑进去，把它装上去嘛。所以我们这个滑块下面是圆圆的，要朝下。那这一块就有一个一边是圆的，另外一边是方的。好，那我们来开始锁吧。这颗螺丝应该用 pH0 就可以锁了。建议是先穿出来，然后再去对这个孔。好，装好了这个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角肥沙 HD 模组。那大家看这边有排线刚好这样插下去，但是有个问题哦，这有两排，下面这一排还上面这一排，其实我也找不到答案，但是我试完之后发现是下面这一排，就插上面那一排没有反应啦，才知道是下面这一排，但插了也不会坏掉嘛，所以其实也还好啦。那我们对一下孔洞，好，对到了。那这有点紧好，大家看这样子就装好了。然后这诶，我怎么觉得我装错方向啊，有吗？哦，我还真的装错方向了，刚才提醒大家这有一个弯角，结果它是要朝下方啊，重来，装上去就很不好拆啊。终于拆出来了，又要重来啦。那这边一样快要锁紧了，我们瞧一下，再瞧一次这两个洞口。最主要其实是右边这个 AV 的洞， AV 的洞需要比较准一点。好，再次的锁好了，再来把这个装上去，一样我们接下面这个排线。这部分没办法拍得太好，因为它就在里面，光线就不足。那大家卡进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紧，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公差天生就这样。那
下面这个开关啊，左边是 on， 右边是 off。大家记得左边是 on， 右边是 off。现在是 on 的，因为我没有习惯关这个啦。啊，我也不知道这样容不容易坏，反正它还没坏。好，再来我们就把天线装上去。这一颗就是侧向的发射，然后这一颗也一样嘛，它侧向的发射。那等一下装上去之后就会变成有两个方向。那我们先装小颗，我是习惯小颗的装下面啦。那基本上悬的稍微紧就好了，不用用力吹，反正天线也没有在天上飞嘛，不会掉。好了，这样子就装完了。再来，我们把刚才的线拿出来，这也是他附的线。那其实他就有附一个起子了，所以在起子这一方面是不需要去买。那起子就是要锁刚才这一颗螺丝。这颗螺丝怎么固定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看这里，这里从这个轨道它就这样放上去，就组装起来了。再来，我们把那颗螺丝锁上去。好，锁紧了。看看锁紧之后会长这样，它就固定住了。那我们最后处理这几条线，这条线呢、啊、是要装下面的，装这个孔，然后有装紧就好，然后另外一端装上面这个。哦，就这样。然后这是电源供应，一边就接 DJI， 然后另外一边就接肥沙，这样就接完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要供应的电源，所以我们以前的 DJI 的电池啊，在这里 DJI 的电池先给肥沙的 HD 模组，然后肥沙的 HD 模组会从刚才下面给 DJI， 这样子就接完了。那我通电给大家看好了，因为要通电，所以我平常是习惯通电的时候都把天线装起来啦，不然听说那个高频接头会过热。大家可以去买这个算是Sunny Life 出的一个电池架，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就是你不用再把电池放口袋啊，或者是随便乱放啊，身体一移动就掉地板。那这个就接这里，那这一端我们把它接上去。好，要开机给大家看啦。好，好，大家看，开机它就可以运作了。然后大家可以用这个滚轮去选自己的频道，那它现在是在 R1 频，那我有设定自动上锁，下面这颗按钮是解锁，你看下面这颗，那中间就滚轮，就可以去选频道。那基本上操作都蛮容易摸索的啦，大家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好，我现在把 KT20 上电给大家看。好，上电了。那大家看这边哦，现在频道是 R1 嘛，应该是不正确的。那我把它选到 R2， 大家看这边下面有讯号，强度变强了。再选 R3， 哎，满格了，代表这台飞机它是 R3 的频道，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那它也有自动收屏的功能啊，我觉得这些功能大家自己再摸索就好，因为都不难。那至于眼镜这里面，不知道录不录得到？哎，哇，难度也太高了吧！哎，稍微录得到哎。哦，选单在很边边呢。大家看，这最下面是设置，然后 AV in 在这里，选进来之后，算是稍微看得到有没有？看得到我家的门啊、哦，很不清楚。好啦，直接看影片比较快啦。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教学，教大家怎么用 DJI 去接收模拟讯号。那要买哪一些才能接收到模拟讯号？好啦，谢谢大家，大家拜拜。あなたのことを思い続け。Oh, my God.